形成暗瘡主要有四个嘅因素。第一，块面污糟，搞到毛孔闭塞。第二，空气有好多嘅细菌，皮肤受到感染。第三，唔小心刮伤，手指暗疮，知道发炎。第四，青春期荷尔蒙失调，唔够瞓，油脂分泌过多。而家知道几个主要嘅成因啦，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点样减少暗疮呢？立即 WhatsApp Pretty Medical 赢取免费疗程。